像他吗？还是在自己欺负？好了，兄弟们，鉴定一波六十级人造的装备啊！五十九级大哥就想要一个简易特技。六十级白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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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六十级双加还行，六十级双加，哎，六十级精致，一个双加一个精致啊，精致单加。钱塘江为啥这么牛逼？钱塘江这么牛逼啊！真的，我就知道听说来了三个十六加十一的号，但是没想到他们女儿村那么强。老李速度真的是没丢过，是我狮驼岭速度也没丢过，普陀速度也没丢过，钱塘江全他妈三点速度全都给我们盖了。卡片换手机是真的吗？真的啊。啊，物理系的追求啊，鉴定了一件专用的武器，但不是梦想。244、220、220、231、233、242、255，没有简易的武器，全都是弟弟。专用的话，体魔双加30啊，放下屠刀，没有简易。你看这波人造的话，出蓝字、出高伤害、出双加的几率真的挺高的啊。